为什么会想选断舍离这个主题？春霞蒙的，脑海中大概有个轮廓，就是说这个东西我写应该能写出来吧，就有个方向反正。啊、嗯，对。共有五个点，第一个断舍离就是追求反派。我问你中午吃啥，你就有这出息了。一个人物没有人物属性叠加在身上的话，那他就顺撇子，就是反派。就到这儿了，还有吗？没有。有点皮。修饰感太强，旁边多一点，基调上还是往垮一点走。Yeah.有点小瞧这个主题啊，当时选的时候觉得会挺好写。机灵的大脑的瓜，冲啊！想哭你就笑。